我自己是一个渐冻症患者，如果我万一身后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身后虽然说我的肾脏可能是好的，我的肝脏可能是好的，我的心脏可能会是好的，那个就是可以用的。希望我们的中国人呢、我们的人民，特别是我们的医务工作者啊，还有我们的这些的一些同事啊，能够积极的投身到这块的工作当中。因为我们每年都会有大量的病人，而且这上万的病人在等待器官移植，而如果我们能够做点这个事情，那就是非常有意义。